胡安安，妈妈要来工作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要来认真工作了。好，来剪片吧。看一下录了多久。录了3个小时哎。现在几点啊？12:30。不然来打一场电动提提神吧。打电动，打电动。嘿嘿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妈妈，你有认真工作啊？我怎么听到游戏的声音？哪有，我在剪片呢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是游戏的声音吗？没有没有，妈妈很认真在工作。我要去顾弟弟。好，加油。冲啊！妈妈怎么冲啊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在剪片。那个弟弟大便了。哦，好。好，妈妈带你去洗屁屁吧，走。好，来认真剪片吧。嗯，这件衣服好可爱哟、哦。来看一下可爱的衣服好了。要挑哪一件呢？加入购物车。嗯，你要把数学1到3课都看完哦。好，数学课本。来打一下那一块好了，嘻嘻。我要来盖一个房子，耶耶。地板完成。我来剪片啦、啊。看看这礼拜的影片好不好剪，不然要开天窗了。Yes， 终于剪完了。我要来输出我的影片了，开始输出。为什么萤幕不见了？安安，你怎么把我的电脑关了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片剪得怎样啊？我准备了一杯真奶要给你喝。有真奶耶，好开心哦！谢谢。看什么？看你剪得怎样了、啊？我快剪完。谁要读第一课还是啥课？安安，你在用我要怎么专心读书啊？安安乖，不哭不哭，我打电动给你看。来，安安，你看，这是一间房子。弟弟，你会不会累？哥哥累了，我们去睡觉吧。安安乖，我帮你盖棉被。明天再写作业吧。好了，影片终于输出完了。安安，完了。来陪我玩一场 PUBG。好啊好啊，我这次一定要吃鸡。好，那你赶快上线。好。好，那开始喽。安安，准备跳伞喽。哎，我们这里有别人呢，他捡就捡武器。我想去轰他了，拿火箭炮去轰。哎呀，哎呦，谁呀、啊？不要过啊，这很危险。我不只有两个。有了，我刚刚身上是空的。哎，我捡到武器了。哎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敌人，我闪他。为什么电脑又被关机了？谁关的？安安，把电脑放到桌上，这样就不会再被关了吧？好，安安，下一场。好，我们家的日常呢，就是打电动啦。不是啦，平常呢，恩妈工作的时候，还有剪片跟直播线上游戏的时候呢，都是使用桌上型电脑。
这一台华硕 S500NC 桌上型电脑呢，可以满足家中每个人的娱乐需求，不论是居家办公、妈妈追剧，还是爸爸最爱的电竞游戏，甚至是小朋友的线上娱乐课程呢，都没有问题哦。工作的关系，恩爸和我都需要使用电脑剪辑影片跟处理文书作业。华硕 S500NC 最高搭载了第十一代 Intel i7 处理器的强大效能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顺畅，还有 SSD 加 HDD 双储存设计，储存空间超级大，不用再担心影片塞爆硬碟啦。最高搭载了 NVIDIA RTX 3060独立显示卡，带来更稳定的高画格率，支援处理及复杂的图形密集运算工作，画面很顺畅，游戏画面都不再延迟咯。还有啊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改成居家办公，这台有双向 AI 降噪技术，开线上会议时可以过滤掉四周的噪音，同时消除另外一端的噪音，所以有办公需求的上班族也很适合这台电脑哦。华硕 S500NC 桌上型电脑具备8个 USB 连接埠，也可以外接电玩把手，非常方便呢。以当代几何建筑美学为灵感， 3D 立体三角图样轻巧又时尚，放在家里也是一种装饰哦。拥有三年保护，首年还有完美保护哦，也就是说第一年不论天灾人祸导致的意外损坏，华硕都会帮消费者负担 80% 的维修费用，且第一年还有免费到府维修服务哦。除此之外还可以支援外接多萤幕，最多可接三台 4K UHD 显示器，画面更锐利清晰，连微小的文字也能看得清楚，让孩子在家远距离上课且长时间观看萤幕的状态下眼睛更是舒适哦。华硕 S500NC 桌上型电脑呢，适合居家生活使用，主机轻巧，放在桌面呢也不占空间，推荐给居家办公、下班打电动、追剧的人哦。而且放在桌上呢，再也不用担心调皮的按按去关机啦。那恩妈会把购买的相关资讯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哦，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看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